去看看项目问题。好的，赵总，不好意思啊。别说没有了，快去忙。你还想要我怎样啊？乐明。妍，你怎么来了？还没吃早饭吧？给你买的。我也太幸福了吧，早知道这么幸福就早点追上你。哎呀，好啦，这么多人呢，你快去上班吧。好的，记得晚上等我哟。太想你了呗，来亲一个。怎么了，哥？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在，不在就看不到。哥，乐明，你先进来。哥，我和乐明在一起了。什么？